吞搁浅的事件频传，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在北滨海滩昨天下午的民众发现了一只死亡的鲸豚。今年四月，高雄旗津区码头附近沙滩又投小虎鲸。为什么鲸豚搁浅案件逐年增加？专家分析，海洋污染、生病感染，甚至无人的冲突，都是摧残这些海洋生命的主要原因。华视新闻。幸邀请到向哥来参与我们的专题。我们知道向哥在平面媒体上面常常被称之为鲸豚的送行者，那我们希望请向哥首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跟对于鲸豚这个行业一直以来做的大概在做什么。 OK， 好，我其实我的工作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一个简单讲就是鲸豚搁浅的处理。那鲸豚当然有活的还是死的，那这件事情大概我做了将近20年了。那您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例？鲸豚的搁浅很多时候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有一次有一只我们叫鱼苏吧。由于人类过度捕捞，造成海洋鱼源枯竭，这些海中的大型哺乳类动物没东西吃，就只好吃这些在人类活动的近海的漂浮垃圾填肚子。我们曾经遇过一只科氏喙鲸搁浅，我们到现场时它就已断气了。当我们对它进行解剖时，发现肚子里全是垃圾，另外还有一只因吸收不到养分而死掉的鲸鱼宝宝，那个场景令人触目惊心。那我们首先想请陈医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本身是大学是兽医系毕业的，对，那就蛮幸运的，在大五的时候，我们大五可以自己选一些有兴趣的实验室或者是科别去实习。那我刚好就选到鲸豚这个部分，那参与了几次的活体搁浅救援跟死亡的解剖这样子。那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继续进到鲸豚相关的研究室。那想请问你在从事海龟救援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我们有救过就是一只懒溪龟，那它是在苗栗的消波块上面被发现，所以一开始担心它受到重击和没吃饭而导致消瘦的问题，但没想到 X 光照下去之后才发现它的食道里面有一根钓鱼用的钩子，这根钩子有2到3公分直接横着穿过食道，是造成它无法进食的主因。后来我们开始为它动手术，经过7个小时才终于把钩子取出。但这只懒溪龟因为太久没有吃东西，撑不过漫长的手术与多次的麻醉，最后它还是走了。地球，银河系的蓝宝石，因覆盖其上的大片海洋而璀璨夺目，神意盎然。但是住在陆地上的我们却不是个好邻居，一直要这位大方提供我们资源的邻居帮我们消化我们不要的垃圾。现在海洋已经受够了，它让跟我们一样用肺呼吸的鲸豚与海龟，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警告我们必须停止这样的恶行，并设法补救。